我们这个世界上讲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是空气。人五分钟没有空气的时候就不能活命了，谁贪空气？什么人会把空气拿去储藏起来当宝贝啊？它比金银财宝更重要啊！无染清净心，不为自身求安乐苦，不为自身求安乐，给诸位同学说真安乐。为自身求安乐的时候，那是叫真有烦恼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有我嘛，有我就有烦恼，就有贪嗔痴嘛。不为自身，无我，无我就没有烦恼。啊，这是佛法的头一个关口啊。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无我，所以我教人从放下自私自利下手。啊，这还是有我，我把自私自利放下，我起心动念呢，想别人，不想自己。啊，我没放下，我放下才是入真正入佛法，所以我说。我只带人到门口啊，菩提是无染清净处，若为自身求乐，皆为菩提门。是故无染清净心呢，是顺菩提门。啊，菩提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在网上论上说的啊，这一句话，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，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，它是另外一种说法。他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如来是自性，一切众生自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啊。那么这个智慧为什么透不出来呢？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有污染，它透不出来。如果心清净了，智慧就透出来了。菩提是智慧啊，只要你没有污染的话，智慧就透出来。自性里的本有的，不是学来的，也不是修来的，是自性里本来就有。不但有智慧，而且有德能，有相好，样样具足，你什么都不要求。啊，你只要把这些障碍排除掉，统统放下，啊，你的智慧德能相好全部显现了。啊，什么样子？你看看极乐世界，你看看华藏世界，就是那个样子。哪要这么辛苦啊？这点生活太苦了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金银财宝你不要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黄金人家是铺地的，你要它干什么？啊，这些珠宝，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建筑材料，盖房子做砖墙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大家在这很稀奇是什么？太少了，到那个地方就太多了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你要它干什么？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讲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是空气。人
五分钟没有空气的时候就不能活命了。谁贪空气？什么人会把空气拿去储藏起来当宝贝？啊，它比金银财宝更重要啊！啊，那就是西方世界的资源太丰富了。啊，你一接触之后，你什么都不想。啊，你还敢觉得这个东西累赘、麻烦，要这干什么？啊，所以清净心生智慧啊。第二呢，安清净心啊，安与清净相应，相应心安身安，也要帮助一切众生身心安稳啊。我们念着自己，也得念着别人啊。我们自己想得到啊，也得帮助别人得到。啊，怎样安呢？放下就安了。啊，你要不放下，你永远身心不能安稳。啊，放下五欲六尘，这是外面，外面境界要放下。啊，内里面呢？放下贪嗔痴慢，心就安了。啊，活在这个世间，一切随缘，不攀缘，是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你生活的多快乐，多自在啊！啊，佛教我们随缘不攀缘，啊，攀缘是自己，啊，一定要想怎样怎样，那你就有苦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的，这里头就快乐。为拔一切众生苦故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要做样子给人看啊，身行啊，身要做到言教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古今中外大圣大贤，他们一生选择什么行业？教学。教书啊，啊，古时候的读书人，他从事的行业就是教学。啊，考取了功名，他就去做官。那考不取的时候，都从事于教学工作。啊，那个时代，教学的虽然很清苦，啊，叫穷秀才，啊，非常辛苦，物质生活条件很差，但是在社会地位也很高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照顾下一代，啊，他身体力行，啊，你像我们现在。讲的《弟子规》，他都做到。啊，《感应篇》他都做到。你们看看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所说的，你就晓得了。啊，他真做到，他是社会上很好的榜样。啊，知足常乐。给社会造成很好的风气，啊，人没有贪心，社会就会安定，这个地区就不会有灾难。
啊，所以这些人虽然看不出什么，他实际上对社会的时候有很大的贡献啊。第二个被社会这个尊重的人就是医生啊。中国古时候一个是教授叫夫子啊，古时候叫夫子，就是老师啊。另外一个就是医生啊，大夫，这是被人尊重的。医生帮人医病呢是不要钱的，他是救命的，怎么能要钱呢？啊，病医好了，看你家的环境，啊，送一点礼报酬他，他不会主动问你要的。你家环境好的，多送一点；环境差的，少送一点。实在很困难的，医生的时候连医药都不是了。所以受人尊敬啊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是唯利是图了。啊，我听说医生这个医院的时候，病重的人在这个门外啊，没有钱的时候都不治啊。这跟从前古时候这个医道啊，那差别就太大了。现在有医没道了，从前有医有道。啊，现在还有个做老师的，听说开补习班很赚钱的。啊，学校课讲一半，不讲了，留的是你一定要上我补习班，我再把那一半补出来。啊，那要钱。啊，就开学店了。所以这个世间怎么会没有灾难呢？连这两种人都保不住了。啊，都被严重染污了。在从前这两种人没染污啊，真是清净啊。啊，受人尊敬。啊，所以这个社会的动乱啊，灾难频繁是有道理的，是有原因的。啊，这些原因我们应当把它找出来。啊，如何把这个原因消除，这个世间就会得到安定。一切都要从自己做起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啊，不要求别人，求别人绝对做不到，你会失望。要从自己做起，啊，自己认真去做会有效果，真干就有效果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